那边是不是住人了？没有是吧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天，现在去超市里面买点米。你看天少今天穿的那个高跟鞋高不？你穿这个衣服还是比较好看的啊。显胖吗？不显胖。标志的。我们买东西很快的，说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买完就走了，买完就走了。哎呀，今天被碰死了。我发现这美女的名字，我干谁像你不喜欢？是我小心眼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看你大件都没有名字，车子让你不要买，你要买没有名字。老家房子造好了，现在变成你父母的名字。中山房子，我看也没有名字。现在我是大件，我啥都没有。好不容易有点存款，银行卡也是你的，我一无所有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叫我转户口了，我没有安全感。银行卡不是你保管的吗？银行卡是你的名字好吗？那我的工资，那我不可能，我说放到我老婆卡里去吧，对吧？好，以后你不要走了，回家去。那我可以了。我。行不行？行可以，我以后我辞职了，你去办张卡，我把这个钱转到你卡里去，你这样就放心一点了，对吧？再回去，我就把那个老家的房子再转，你父母不在这边，我想转到你那边去，没办法。家里房子无所谓了。对啊，这里的，如果说你要纠结，就到时候去想办法去评价。你不是不加吗？那我你要，你如果心里想着。感觉不舒服的话，我给你加，对不对啊？我都满足你。那你不加，因为怎么说，房贷那么多，感觉那房子有点难。帮你贷款你房子就行了，我不。那贷款我一直在还。对啊，贷你房子嘛，反正房子也是你要买的，名字也是你写的。风险我一个人承担是吧？辛苦了，这房子辛苦了啊。